烧点冷。你瞅你老姑买的三道麟是不是大？今天晚上我搁大锅给它炖上。这都收拾好了？都收拾好了，收拾好了，再收拾收拾。这鱼是不小。嗯呢。给它打上花刀。放点盐，放点鱼香菇。放葱姜、八角、香叶、干辣椒，放上酱，放点白酒，放点老抽，再放点生抽。放点醋，放点白糖，煎入水。盖上锅，慢慢炖。打两土豆，炒点土豆酱。放上油，炒土豆酱，油热放葱花，放点十三香，放上酱，放上土豆，煎热水，水要没过土豆，盖上盖子炖着。那蘸酱菜挺贵的吧？蘸酱菜贵，啥都不见了。土豆酱做好了，准备开饭了。猪锅吃饭。这鱼炖的真带劲呢、啊，撒点香菜，撒点蒜末，香菜末。今天吃饭人多吧？今天热闹，老爸老妈还有老姑二大爷。这老爸这边打上针了，牙疼。我给你加点鱼吧。来了。嗯，多吃点啊。嗯。这打针吃小灶的都有功。你妈家里好气。看破不说破，别老说实话。今儿这鱼做的好不好吃？好吃。